行，那咱们开始吧哈，你开始录。已经开始录了。大家好啊，咱们先把那个上一节课学的东西 review 一下，好吧？首先呢，咱们谈到了怎么用 tethering 这个工具。tethering 呢，只是一种 import 的一种办法哈，并不是所有的那个相机都提供的哈。假如你这相机有这种功能的话呢，建议大家，自己可以试一试。然后呢，我们谈到了就是Lightroom 里头的一些设置，包括语言的设置啊、memory 卡的设置啊，还有一些 preset 的设置。然后呢，也谈到了，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个一些那个预设 preset location 哈，还有怎么设置这个。Lightroom 里面的那个 background color，还有一些 performance 的设置。当然，大家现在可能用不上这些东西哈，但是知道哎，万一需要的话，到什么地方去找去。然后呢，我们又practice 了这个 import 里头的其中一个 option，就是 copy。然后呢，讲到了怎么去把这个。metadata 的 tag 给加到照片上去，一共有三种办法哈。总结一下，第一种呢，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metadata 呢设在你的 preset 里头，metadata 的 preset，然后呢，你在 import 照片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这一项。然后呢，第二种办法呢，就是说你不需要这个 preset，你就 manually 在 import 的那个时候呢，把这些 key 那个 keyword 呀，可以和那个 preset 啊给加进去。这第二种办法，第三种办法就是你把照片 import 完了以后，你再 manually 去一个一个的去加到照片上去，这三种办法都可以哈。然后需要记住的就是这个 import 的这个 shortcut，Control Shift I，苹果的话是那个 Shift Command I。然后我们着重谈了一下这个 catalog 数据库，然后呢讲了怎么去，假如说你遇到了 performance issue，怎么去处理哈。catalog 完了以后呢，我们谈到了 folder 呢实际上就是跟那个 window 的你的 folder 的概念是一样的，但是关键的时候就是。哎，有人问，哎，我的 Lightroom 里面怎么没有出现我 Window 里面的一些 folder 啊？哎，很简单，因为你没有让这个 Lightroom 知道这些 folder，你要 import 的时候呢，才把这些 folder 啊 reference 到 Lightroom 里面去，Lightroom 才能看到啊。但是呢，它的架构对它的 structure 是一样的。我们还谈到了，就是说，假如万一你的 Lightroom 里面出现那些。感叹号那些问号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因为你这些那个照片 either 不见了，或者是 deleted 掉了，哎，Lightroom 就会告诉你，给你提个醒啊，这个照片找不到了，或者呢是这个 folder 找不到了，哈。而且上节课我们也谈到了怎么去找这个 missing 的那 folder，然后呢，我们又花了很多时间。着重谈了一下 collection 呢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 regular collection，它呢是它的特征呢就是 static，它就死在那儿了，就是说它不会变动的。你把15张照片拖到里头去，它永远是15张哈，它不会变动。所以呢，为什么我把它称为 static？然后第二种那个 collection 呢就叫 smart collection，它有一些智能在里头。它是你设置的这些智能的条件，比如说必须是三星的，必须具备一些那个特殊的 keyword，然后呢，这个 Lightroom 就根据你这些制定你的这些条件呢，来选择这些照片。万一其中有些照片，它的 rating 呢，出现变化，那么你这个 Smart Collection 也会出现变化。所以呢，Smart Collection。它是一个 dynamic
相对于刚才提到的 regular collection 是 static。 然后呢，我们也讲到了两个Lightroom 提供的工具帮助你更好的建立这个 collection。 第一种呢就是 target collection， target collection 呢就是让你更迅速的把这些照片给集中在一起。在任何时候呢Lightroom 只允许一个 target collection 存在，它的那个 indication 呢是后面有个加号。然后呢，假如你把其中一个 collection 变成了 target collection， 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 shortcut B 把这照片很迅速的加到这个 collection 里头去哈，就是 target collection。那个 quick collection 也是同样的道理，它就是一个 temporary 的那个 place， 让你 hold 的这些照片，然后呢，你可以迅速的把这些照片重新移到一个 collection 或者是 smart collection 里头去。 smart collection 那个 target collection 和 quick collection 只是一种工具啊。好，这就是咱们上节课讲的主要内容哈。这节课呢，咱们继续探讨这个 library module， 这个图库 module。 我认为呢，这节课讲的内容呢比上节课讲的内容应该更重要一些哈，因为大家用的可能更多啊。首先呢，咱们来看一看Lightroom 里面给你提供一个工具，这工具呢就叫 Second Monitor。 在什么地方呢？大家看一看你自己的这个 Lightroom 哈，左下角有一个一字和二字，这二字呢就是叫 second monitor， 就第二个 monitor。 什么时候用呢？假如你在家里的那个 desktop 啊是有两个 monitor 的时候呢，你可以用它，就给你打开了第二个 monitor。 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利用这个第二个 monitor 呢跟这个 Lightroom 本身去对比，比如说你要修改一张照片，或者是用你刚才已经修好的照片放在第二个 monitor 上面，然后呢其他照片呢要根据类似的那个构图来修片。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利用这个 second monitor 呢作为一个 reference 哈，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呢，你打开这个 second monitor 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右上角啊，我把这个拖过来哈，它不让我拖过来，拖过来了。大家看看这个第二个 monitor 右上角哈，有三个 mode。 第一种呢就是 normal， 也就是说你右边这个 library 你看不是 lightroom 你看不到哈是什么照片，这边就跟它一模一样哈，这是 normal。 live 呢是什么意思呢？ live 很有用，比如说你右边呢你有很多照片对吧，你都不用点击，你只要用那个鼠标啊就扫过这些照片，哎，这些照片呢就会在这个 second monitor 上 display 出来啊。这是 live。 第三个呢我觉得应该是更有用的，叫 locked。 就刚才我开始讲的，我想这张照片比如说我已经等会啊，这张照片我已经编好了对不对，我想把它 lock 住，然后呢我其他照片呢就利用这张照片的构图色彩来编辑其他的照片，所以我就把这张照片呢永远的固定在那儿，然后呢 Lightroom 再编辑其他照片。 好，非常简单哈。这是 second monitor。 简单，我有个问题啊。你讲，我能问个问题吗？可以。这个
你看这个 second monitor， 我意思没整明白。那比如说现在，我现在只有一个 monitor， 我现在没有加我的 second monitor， 我就在 laptop 上这个。那我建议不需要用这个 second op 那个monitor option。但是我一点这个 second， 它也 pop up 出来一个这个，就像一你这样个 window，的一个，对。哎，一个 window 上面也有 normal live lock。对。那但你是什么问题它呢？还是 display。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个 monitor 它也能用，它也能 pop up 这个 window。如果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有 second 的话，它这个就 pop up 在 second 的那个 monitor 上了，就哦，不没会有没有，在我这个 overlap。你 confused 了，并不是说你有两个 monitor 的时候你才能用这个 feature，你有一个 monitor 它也会 display 出来，但是说因为 library 那个一个 monitor 它的本身这个 screen 大小太小了，知道吗？就好像就不好利用这个 feature 一样。当然你想用的话还是可以用哦，OK，不是说一定要有的。两 No 个 no no，monitor，它自动不就是。会在那个。哦，OK，好。我现在把这第二个 monitor 关上啊。你怎么关上的？我怎么关不了？你就再 click 一下那个二字就可以了。这个二字，你再 click 一下，它就 disappear 了。我没有二字了，你没有二字，你怎么打开的呢？我就 click 了二，现在我整个那个 screen 就是一个大的 picture，就是我上它挡住了，可能你挪一挪呢。啊，挡住了是吗？你只有一对，个挡 monitor 住是了。吗？你再点一下。对，对，我就说建议大家就只有一个 monitor 的情况下就不要用这个 feature，反而会怎么办 confuse。呢？我都不知道到哪去了。你哎，把它变小的话，我那个也可以啊。你就再点一下，它那个露出来一点，你点一下。大家仔细看一下哈，这个一字、二字，现在呢，这个二字是 grayed out 的，它上面没有这个上面那一行啊，没有一个白边，这种情况就知道它是 disabled 的。现在 enabled，你看这个一字上面是一个白边，所以就知道这个一字是 enabled 的。好，咱们下面讲讲哈，两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工具，第一个呢叫 toolbar 工具 bar，这个 bar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大家看看你的 Lightroom 这个最下面这一行叫 film strip，对吧？然后再上去一点，这些东西、这些工具这一行就叫做 toolbar。包括第一个，咱们待会儿要讲的叫 grid view，叫 grid view，然后呢 loop view、compare view、server view，还有一个小人头，还有一个这个就油漆桶。大家每个人检查一下，看看你是不是都有这些工具。没有的话，请说一下。我没有看到那个油漆桶。好，没有看到油漆桶，还有什么其他那个这个问题？大家都有这些东西是吧？我没有。好，假如说没有的话呢，大家再往右走，看到我的鼠标器哈，这边有一个往下的一个三角，看到没有？看看到到我的鼠了，标器。看到了，好。到了。这个三角，大家点击一下。好，请大家把每一个这个每一行都给它 check 一下。这样的话呢，它这个这些相对应的这个 tool 呢就会 show up。回来，刚才第一个人说他没有这个喷筒是吧？是因为这个喷筒呢，待会咱们也会讲，它只是在这个所有照片都 display 的时候呢，这个 view 叫 grid view，GRID 这种情况它会出现。我猜测呢，你只有一张照片，这种情况的话，它的这个喷筒就不会出现。你看了吗？现在我只有一张照片，下面那个喷筒就没有出现，所以你要
点击把它变成的 grid view， 就是或者点击第一个这个 view 叫 grid view， 这样的话呢它喷筒就会出现了。好，我也希望大家记住这个 shortcut， 这个 toolbar 的 shortcut 呢叫 T， 很简单啊， toolbar T 对吧，大家练习一下 press the T， 哎，它的 toolbar 就不见了，再 press the T 它又回来了。假如说你 press T 它没有 function， 没有 work 的话呢，检查一下你是不是你电脑的中文输出 enable 了哈，一定要把这个中文输出给 disable 掉，不然的话呢他以为你是要输入中文，他就没有起作用。好，我再 display 一下，摁一下 T， 它的 toolbar 就出现了哈。这个 toolbar 那个 key 在什么地方啊？哪个 key？ shortcut 的呀？你说的那个你要按那个 key， T tool T 在什么地方？那个字母啊 T。在哪个地方？左上那个英文字母键盘上的 T。 啊，键盘上的 T 啊，都是 shortcut 的嘛， shortcut 都是一些字母对不对？啊，你指的是就键盘上按一下 T 吗还是 Key 啊？T Tom 啊。好，好，看完了左边这一行，咱们再往右看，再稍微下来一点，它实际上是这个 film strip 的一部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filter？ 然后后面有很多这些星星，还有这些颜色，看到没有？这些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跟这个 toolbar 给 confused 了，因为我几年前学这个自己学这个 Lightroom 的时候就 confused 了。右边这一块呢是叫 filter。左前面这一块呢是 tool， 它的区别呢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 toolbar 呢是让我们利用这些工具给这些照片加上这些 tag， 加上这些 keyword， 加上这些 star， 加上这些中文怎么叫，叫关键词。而右下角这个 filter 呢是用它来根据这些关键词这些 tag 来把照片找出来。 OK， 所以你要是给这些照片比如说一个 star 两个 star 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这个 filter 里面的这个 star 来给它 tag 哈，一定要用左边的这个 toolbar 的 star 那个的来给它加上一星两星或者是红颜色绿颜色。 OK，大家明白这道理吧？哎，那个我没看到那个 filter 上那星啊，我现在是 filters off， 你选的是哪一个？好，那你把这个 filter 给它 turn on， 你把这个 turn on 到什么的？好几个呢，我你现在没看到是哪个？我现在是 filters off。好，那你再 click 下这个 filter， double click filter。它就出来了。No filter。没有，不是 no filter， 是 click the filter 这个 word。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哈，好。嗯。刚才我讲的那个，大家清不清楚？非常重要。好。好，这个呢，右下角呢叫 filter， 然后呢，跟这个 filter 有关的呢，还有一个叫 filter bar。它的 filter bar 呢就比这个 filter 呢更 powerful， 它呢也是让我们把这些工具啊通过 filter 的方式呢迅速的把照片找出来。这个 filter bar 呢在什么地方呢？哎，大家顺着我的那个鼠标器哈往上走，在照片这个中间这一块，大家看没看到？假如说你现在还看不到这个 filter bar 的话呢，哎，我可能是你的 filter bar 是 disable 了。 filter bar 呢 shortcut 的是这个，我看看怎么在大家键盘上这个 enter 键盘这个键的上面那个键是一竖那个键，
大家看没看到？就是 Enter 键盘的上面一个键。嗯，看到了吧？假如说你没看到这个，我现在摁了一下哈，大家看没看？我的 monitor 上是这个 filter bar 呢是 disappear 的。假如你再摁一下的话呢，哎，它也出现了。好，这个 bar 就叫 filter bar。filter bar 的话比刚才咱们讲的 filter 呢更 powerful。它 powerful 到什么地步哈？给你举个例子，它这些照片呢，能够通过 filter bar 把我哪一年用我其中一个相机，比如说 5DS 拍的照片给 display 出来。它还可以把这些照片里面我用的85毫米的人像镜头的照片给拍出来。好，我给大家看看啊，大家可以 click 一下这个metadata。看了 metadata 以后，看没看到它有四个 column 哈。第一 column 呢是这些照片都分别在什么年代拍的，它都给你归类好了。2007年一张，一直到2015年有27张，2018年没有，2020年有3张，看了吗？然后第二个 column 是照相机，看没有，是有6种不同的相机拍的，用 Mark D 5D Mark IV 拍了4张，然后呢 5DS 拍了有9张。然后我刚才讲的镜头哈，看到没有，第三行85毫米的，哎，这些照片都是用85毫米拍的， Very powerful 哈。然后呢 Text，点击 text 以后呢，你可以在这里面输入任何的 text， 比如说咱们上回讲的这个人像，对吧？比如说我现在输进去，这时候我要把中文这个 input 给它 enable 哈，人像。完了，你上边那条你怎么弄出来的？就是这个是吧？嗯嗯。比如说你现在电脑上还没有这个 filter bar， 对吧？我刚才讲的这个 shortcut 是什么？你是那个数嘛？我弹了那个数出不来。出来是因为你这个中文输出 enable 了，你记得吗？中文输出 enable 了，你看看是不是？我第一节课就讲了，这是一个 life saving 的一个 tip， 我花了6个月时间才总结出来，大家一定要记住。假如说你的 shortcut 什么时候不 work， 首先要想的是什么？你的中文输入 enable 了。我把它已经disable 了。disable 后你黑。摁下去还是不 work 啊？是啊，我那个上一次就 disable， 就你讲的时候就 disable 了，我忘了是吧 ？OK， 没关系。假如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到这个 menu 上去哈 ，click view，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叫 filter bar， 你 click 你检查一下，你这个是不是有个 check mark？ 嗯，有吗？到哪一个？到哪一个？一二三四，到哪一个选项 ？View， 你看到 View 没有？哦 ，View 有，对。然后你打开看第二个叫 Show Filter Bar， 你看到没有？哦，你那个是什么？有 check mark 吗？嗯，你等一下，我前面有没有一个 check mark？ 有。有的话，为什么你没有出现呢？现在出现了一小条，就是 filters off， 我现在是要把那个 filters off 把它去掉吗？ filters off， 然后有个 text， 然后就 metadata none 这些东西，有一个这个东西，但是没有你那么长的那么宽的一个你上面有这四个那个 title 吧？对 ，text 是有 OK 好。我有这么长是因为我 click 这个，比如说 metadata， 你 click 一下，啊，你 click 这个了，对，我知道了啊，好，我知道了哈 ，OK 好，好，就说这个 filter bar 是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工具哈，它让你能找到所有你想要找的照片，
当然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大家这个 tag 这个关键词啊，一定要放在那照片里头啊。咱们待会儿再做一些练习，咱们再看一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花很多时间讲这个 toolbar 跟那 filter 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区别哈。往照片，我再重复一下哈，往照片上加 tag 加这个颜色或者加上关键词，一定要用左边的 toolbar， OK。然后呢，假如说你这些关键词这些star 都已经加好了，然后呢你要来找照片，再用上这右边的 filter 或者是用 filter bar 啊。好，咱们再讲讲这个，一个一个的讲讲这个 filter bar 里头的哈。大家可以先把这个 filter bar 给它 disable 掉，先把这个中文输出现在我的 Lightroom 里面没有任何照片 display 出来，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把这个人像输进去了，它符合的条件的没有，这个照片呢是零，所以它没有 display 出照片。我把这个看看哈，哦，是因为这个我重新 import 了一次，所以这个照片没有这个人像这个 keyword， 咱们不用管它了哈。咱们先把这些照片给关上。Thanks。好，回到这儿来了。现在我希望每个人呢都把这个 toolbar 给 show up， 每个人这个 toolbar 是不是都在那儿？好，咱们一个一个看哈。最左边的两个是两个不同的 view， 大家可以把鼠标哈移到这个 icon 上面去哈，它就会 display 这个东西叫什么，在我的 monitor 上显示出是 grid view。 第二个呢是叫 loop view， 它 display 并且告诉你这个 shortcut， 一个是 G 一个是 E， 这个大家希望大家都能记住两个 shortcut 哈。比如说现在呢把所有的照片都 display 出来，这个 view 呢就叫 grid view。 grid view 就是说它会把所有的照片都给 display 出来。第二种 view 呢，它只是 display 一张照片，大家可以 click 一下，它只 display 这张照片，你选的那张照片。假如说你 click 另外一张照片的话呢，哎，它就 display 第二张你选的照片。好，大家都跟我一样哈，操作一下，练习一下这两个 shortcut。然后现在呢，大家选择一下 G， 它就会把所有的照片都 display 出来。好，紧接着呢大家都摁一下这个 E， 这个 loop view， 哎，它就会 display 一张照片。好，咱们回到这个 grid view 上去哈。假如你的照片非常多，100多张怎么办？现在我只有55张照片哈。大家看看右下角这一个 thumbnail有个 bar， 用这个呢来 control 你这个照片的大小，每张照片大小。假如说你有很多照片的话呢，那么你每张照片可能都要弄得很小才能看到很多照片，对吧？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哈，把这个鼠标啊，把中间那个 bar 往左拖，往左拖，哎，它照片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55张照片，对吧？哎，老师，我看不到这个 thumbnail 这个，看不到啊。对、yeah, 没关系哈。假如说任何时候你没发现这个 toolbar 里面缺了什么东西，大家 click 这个倒三角。哦、oh, ，OK。然后呢，
我刚才不是让大家把所有的都 check 一下吗？在 thumbnail 在最下面。哦。我 check 了，但是这个还是没出来。你 check 了这个 thumbnail， 它有前面有个 check mark 吗？有。全部它还是没出来。对，就是 thumbnail 没出来。有哦、那你整个 toolbar 没出来，对不对？出来了，其他都有。其他都有。颜色星号也都有。它有可能是那个 screen 小了。你的 screen 太小了，它可能挡住了。对。你给它拉一拉。但是我也找不到那个拉。这个 bar 在这儿看吗？在什么地方？照理说它应该都会向我拉一拉，但是那个倒三角没有 thumbnail 这个 choice。 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那个就是刚才那个 filter off 我不知道碰到哪儿了，因为正常的话你刚才说让我们全部都打勾嘛， camera information defaults 这个还有这个 expose information，我现在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打一个勾它就出现一个 information， 其他就 disappear 了。Lily 你是说什么地方？我说还是刚才你说那个 filter off 那个地方，你不是说把所有的选项全部都选上吗？哦，这个地方是吧？对对对，为什么我选一个呢，它就出现一个，完了以后下面就是在那个 bar 上就显个 defaults 这个如果不，你可能看的不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是你选一个，你看到吗？它其他你切一下，它只是这个空白了，它其他地方都是打勾，所以你看的地方可能不是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是吗？对对对对。哦，你不用看那个地方，看那个倒三角这个地方。我怎么没倒三角呢？倒三角没看到倒三角。对，我刚才现在全显示的那个 toolbar 全显示出来，刚才我有倒三角，现在没有啊。那是不是你的 laptop 可能小，它给挡住了还怎么？但是你这些 toolbar 都在对不对？我现在在 development 就有倒三角了，好，现在都有了。哦、oh, ，OK， 一定要，我们还在 library module， 大家看着我鼠标。一定要 check 这个 library module， 不是 develop module 哈。我现在只有在 development module 里面，我才能看到倒三角，要不然我看不到倒三角了。它有些东西是这个 library module 和 develop module 是 shared 的，有些是不 shared 的。Anyway， 大家都 click 一下这个 library module。但是丽丽，你现在这些 toolbar 都看见得见，对吧？我现在左边的刚才有，不知道是现在也没有了，现在只有一个，显示一个这个43张照片 one selected， 就是刚才。没有，在这个 film strip 上面一点点，你没有看到？你看我的屏幕，你没看到这些东西吗？我刚才有，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好，那你再 click 一下，敲一下那个 T 那个键盘。OK。这个 shortcut T， Tom。OK。出来了吗？我回到 library 里面啊，等一下。对，先点击 library， 然后呢敲一下 T。现在有了。OK， 那就是你刚才 disable 掉了。好，还有那个前面还有谁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了啊，田老师跟你报告一下，我刚才那个方面看不到，原因是因为我不是在那个 grid view 上面，我现在放在 grid view 上面就可以看到方面。OK， 没问题。好，其他人没有什么问题哈。好，咱们接着讲哈，前面两个 view 是 view 哈，这个是你那个想 browse 照片的时候非常有用哈，有时候你要经常切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个 shortcut 哈，一个是 G， 还有一个是 E。好，咱们再往下走，第三个这个 icon 呢，大家把鼠标器移到这儿来，它马上给你告诉你这个是什么呢？是 compare， 就是说把那个照片 X 跟照片 Y 去 compare， 这个待会咱们要讲到哈。然后呢，第四个呢叫 survey view， 这呢
又是另外一种选择照片的方式。这个呢待会咱们也会讲啊。再往下走，第五个是小人头。Lightroom 呢它另外一种选择照片的功能就是用人像用人脸来选择照片。咱们现在来稍微操作一下哈。大家都来点击这个王红这张照片。然后呢用你的鼠标器啊这个要大家先点击一下这个人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里都是空白对吧，没有任何人对不对，我现在没有那个，我现在点击完了以后他说 Welcome to people view， 对 This will show you the face of people in your photo。 假如说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方形的话呢，他不会认识任何人的哈，他只是就是说你要是建立了一个 baseline， 比如说建立了一些 people，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 Lightroom 就会根据他这些他叫那个 AI 人工智能来判断，哎，这新 import 进来的人呢跟哪个人的人像 match， 他就会告你这是不是王红，这是不是谁谁谁啊。他今天是第一次用这个，所以呢他肯定是都是空白的哈，都是没有任何人的，没关系。我看哈，我想现在想把这个张晋这个人头哈，大家看到这照片了吗？大家看到这个你鼠标啊，哎，你看吧，变成那个十字对不对？然后呢你就是用这个鼠标摁下去，摁左键哈，把这个脸框起来，然后呢在上面呢它就出现一个空格，这就让你输进这个人的名字哈。比如说我把这张照片给你输中文哈，他就会记住这个人叫张晋。这一张 Jenny 怎么在，哎，你怎么样弄那个框呢？这框就是用你鼠标摁下去，摁下去的时候呢再画一个框。哎，我都不行啊，你是把它单独的打，就是指双击呢还是单击？没有，就单独摁下去，不要点击，就是摁下去。我这个版本呢还是比较旧的版本，我猜测就新的那个 Lightroom 的版本可能是它的人工智能这个智慧更多一些，更好用一些。大家有这问题是吧，你这个找不到这个框框是吗？嗯，你这个对不起，你这个框框是怎么产生的？就是说你看哈，大家首先要点击一下这个 people 这个 icon。哦、oh, ，OK。这样的话，你的 Lightroom 进入了这个 people mode， 然后呢，你的鼠标器就变成了这个加号，在照片里头。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左摁这个键下去，然后一拖，往右下角拖，拖成一个方块。这个意思就是说，让 Lightroom 呢。在这个方块里的人脸呢给我记录下来，然后面上面给他叫个名字，大家都是操作一下。对，我可以了。可以了 OK， 好，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好，假如说你把这个 baseline 建立起来以后呢，以后这个 Lightroom 啊每次会自动的，你假如说你进入这个 mode 哈，它就会自动的去把类似的脸去给它对比，
它会在这个上面呢 display， 比如说这张是Eva对吧，他假如他假如说他看到这张照片的话呢，他就会哎上面写上Eva，后面呢用两个 question mark， 就想取得你的那个证实，就这个人也是Eva。这个 people mode 有什么用呢？假如说你照了很多人像，对吧？你的比如说你的女儿啊，你的儿子啊，照了很多照片，你呢就可以利用这个办法，一下子把你女儿的照片或者你儿子的照片都给它 display 出来，非常的 powerful 啊。好，咱们再退出这个 people mode， 咱们接着往下讲。大家看到第六个这个 icon 呢是什么？是一个小喷筒啊，这个呢叫 paint。这个 paint 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只有在这个 grid view 的时候呢才出现。grid view 就是说你 display 很多照片，把所有照片 display 出来的时候呢，它才出现。假如你换成了这个 loop view， 这个 loop view 的 shortcut 是什么？哦，这中文输出又来了哈，我把中文输出给它关掉。点击 E， 哎，它出现一张照片，这时候大家就发现这个 paint 这个工具呢就 disappear 了，就说明这个 paint 工具呢只适合用于 grid view 哈。它有些什么功能呢？非常的 powerful。首先，咱们可以利用这个 paint 工具啊，给more than one photo 加上 keyword 啊，比如说咱们要把所有的风光照片给加上风光照片这个 keyword， 怎么弄呢？首先你要把这个喷筒啊要 click 一下哈，进入这个 mode， 点击一下，哎，这个鼠标器哈就变成了这个喷筒了，大家都操作一下。好，然后呢我要把所有的那个风光照片都给它 highlight 起来。 highlight 的办法呢，这是 window 的一个功能哈，就是 press 那个 control， 然后呢点击的照片哈，啊，等我，我忘了一步，大家看那个这喷筒的右边哈有一个选项，现在呢是 label， 我现在不想用 label，我想换一个，大家 click 这个一下，然后呢换成 keyword， 然后在后面呢选上写上人不是 landscape， 用英文得了，省得那个中文输出那个出问题 landscape。 也就是说现在呢我要用喷筒来给这些照片打上这个 landscape 这个 keyword 啊， OK。然后呢操作方式是你左手摁一下这个 control， 这样的话就让你选择多张照片，然后呢这张照片有，再点击一下第二张照片，然后呢第三张照片，第四张，第五张，还有这一张，选六张照片吧。好，用这个喷筒啊要 make sure 这个喷筒呢一定要是在这个照片的中间啊，假如说你鼠标器啊跑到外面去的话呢，它这个喷筒就 disappear 了，你要一定要把这个鼠标器啊移到这个照片的中央，直到你看到这个喷筒为止，然后呢再喷一下，那么它所有这些选择的照片呢都会打上这个 landscape 这个 keyword， 大家看看右边哈，这就是 landscape 就出现了。丽丽，你刚才是什么问题？我就前面选了两张，后来就是我摁 Control 的时候就选不成了，就是它就没有被选上。没关系，你选两张就选两张吧，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其他的问题。好，没有操作的那个小伙伴们都操作一下，好吧？操作完的话呢，我操作完以后呢，我还希望大家。还是利用这个工具呢，选择一下这个 star， 叫 renting 哈、啊、
大家都选择三星。这样吧，选择另外两张照片，任何两张照片，然后呢给他用三星 Renting 打上。好， OK， 刚才谁提问题？我现在选上了，我知道怎么选了。 OK， 好，不是刚才还有一个人说好像提了问题，没有是吧？非常好，好，没有问题。 田丹老师，你这个星是怎么出来的哟？我怎么没星了？你再说一遍。我这个，你这个星怎么出来的？这个星啊，哦，这个你每次选这个喷筒的时候呢，右边一定要注意你要选什么像，选什么。哦，比如说，okay，这个 star 的话呢是叫 ranking 哈。ranking。对。rating 还是 ranking？ rating rating rating。OK， got it。好了。Okay，好。好，都打上三星吗？你随便挑，我们只是做这个练习而已，你随便打上，okay，两三张照片就可以了。啊，好，咱们下面呢再做一个练习哈。做什么练习呢？你挑选三张你觉得最美的这个最漂亮的这个人像照片，然后你给它用红颜色给打上烙印哈。红颜色呢，我给告诉大家一下，这就不是 ranking 了，就是 label。 第二个，你选择这个 label 的话呢，它这个五个颜色就出现了。好，大家要先选一下红色哈，他就记得哦，你这是用红颜色。然后呢，大家选出三张照片，比如说这张、这张、这张，或者这张，哎，就被你打上红颜色了。待会咱们再讲打红颜色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途哈。田丹老师，您讲。为什么选了以后照片就不见了？选了以后照片不见了，那你找新问题。请问一下，你是用了这个 Paint 这个功能吧？是的。好，那请告诉我，你这个选项里头是用哪个选项？刚开始就是 follow 你的keyword landscape， 然后选了几个。你现在选的是最后一次选的是什么呀？最后一个就选的 label 啊，就是跟你学的跟着你的那个 label 一点上去，它照片突然就不见了。不是不是，你现在告诉我你哪个现在是哪个 check？我现在就是在 paint label 上面，就 label 跟我一样是吧？对对对。好，然后呢，点上去照片就没有了。点上去照片就没有了。对，就从那个 view 那个 view 里边就没有了。嗯，那我猜测你可能是什么呢？你现在是在某一个 collection 里头。哦。因为你是把其中的keyword 或者什么 criteria 给变了，变动以后呢，你这张照片就不符合那个 collection， 你肯定用的是 smart collection。 没有 collection， 没有，啊，那边是箭头朝着右边的，在 publish service 它倒是全部选出来了，我把它关掉看看是不是有。 OK，那行，我自己再琢磨一下。大家看看我的上面的 filter， 大家看看我的左边哈，建议大家都在你的 hard drive 上 work。 比如说我现在是在 F 那个 Lightroom Training， 在这个 hard drive 上，大家 click 这个，这样的话照片就不会 disappear。 OK，mm-hmm。 好，刚才有谁想说什么？我怀疑他那个 Lightroom 设了那个 filter。对，Lightroom， 但是他说他只是 label。 然后你看看右下角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选项， make sure 这个最右边这个叫 no filter。 哦，oh， 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哦哦哦 OK， yeah， 我把它关掉了。好，OK， 好，行，可以了哈。
好，这是用 paint， 然后呢来打上颜色。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我要讲一下，这也是我前不久才 figure out 出来的哈。大家看没看，就是这个颜色哈，一共有五种颜色，对不对？然后呢，我让大家看一看这个 filter 这边一共有几个颜色。除了这个五个颜色以外呢，它还有第六个，这叫什么？大家把鼠标去放那儿去哈，它会告你，那这叫 custom label。也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五种颜色之外，还可以打上一种叫 custom label， OK？ 这就是唯一的，到目前为止哈，我找的唯一一个地方可以把这个 special， 把这个 custom 的 label 打上去的， OK？ 好，大家跟我练习一下哈，大家选择这个 label， make sure 是 label， 然后呢，在这个五种颜色右边一个空格写上 California。 咱们要把这个 California 哈，这个 special tag 给打到某些照片上去哈，这个是叫 custom label。 打哪几张照片呢？随便打哈，我看这样吧，咱们改成 Texas 好不好？ Texas 打到，这个是在 Ennis 拍的，Ennis 拍的，在这三张照片上打上这个 custom label Texas。 好，待会咱们有用哈。好，这个喷筒呢咱们练习做完了哈，咱们最后一步千万别忘了，要把这个喷筒啊送回原处。怎么送呢？把这鼠标器回到这儿来，然后呢这个喷筒就出现了，点击一下。哎，田丹老师。哎，请讲。我怎么打不上这个 Texas 啊？好，首先 make sure 你的喷筒是 enabled 的，你的鼠标是这个喷筒。第二 make sure 这个选项是 label。 是啊，完了以后那个我在那个方块里头写的是 Texas 啊，原来是 red， 我现在是 Texas。 好， make sure 你的喷筒是在照片的中央，点击一下。对呀、啊，我是这样，它不出来了，喷筒。喷筒不出来。嗯。把这个喷筒移到这个照片的中央，你的不出来。我的现在，死掉了，哪个都不出了。哇，我的 Lightroom 死了。你这个地方 Lightroom 死掉了。好像。点都不点了吗？现在 Lightroom 啊，真的是死了。哟，那死的就了。我就写了个 Texas， 完了以后、就把三个相片选了，想喷不上去就死了。哦，那你再启动一下吧。其他人应该没有问题吧？还有任何人其他人有什么问题吗？把这个 custom label。没问题。没问题啊。太棒了，咱们往下走。好，千万别忘了把这喷筒送回去啊！你借出来的要送回去。鼠标器点这个喷筒的地方，点击一下，哎，喷筒送回去了。好，再往右走，这个 AZ 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你这些照片呢、怎么去给它 sort， 给它。sort 的中文怎么说？排序。有很多办法，大家可以给这选项哈，根据你拍摄的时间，看到没有？打开以后，根据呢这个 renting 啊 pick table， 一般常用的呢是第一个，根据你拍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file name，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选择哈，一般用它的 default 就可以了。for 这个这节课的话，咱们就用它的 capture time 就可以了哈。大家只要知道，假如你需要不同的排序的话呢，到这个地方去选择哈。好，这个简单。好，咱们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呢，
这两个小红旗呢，很简单，就是 flag。什么时候用这个 flag 呢？我这怎么没有小红旗啊？到这个倒三角上去点击一下，看你这个 flagging 是不是点击了。OK， 好了，有了。哦，所有的人啊，是灰色的时间，大家现在把所有的这个选项都给 check mark 一下，好不好？刚才谁提的什么问题？没问题，我只是说那个旗子是灰色的，是不是？哦，对，现在黑色的，对，好。这两面旗子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去 Anis 拍了很多照片，几百张照片，拿回来以后 import 到 Lightroom 里面去，哈。第一张，假如说，哎，这张照片不错，我喜欢，我先给它弄上这个旗子，用 P stand for pick， 就说你选了这张照片。好，第二张，这张照片也不错，再按一下 pick。OK， 到第三张照片 ，for some reason 你不喜欢，你用 X 呢是 rejected， 就是说，哎，这张照片呢我不喜欢，我估计要把它 delete 掉，哈，估计要把它 delete 掉哈，现在还没有真正把它 delete 掉。大家看一看，这个每张照片的左上角啊，就有一个 icon 在上面，第一个、第二个是我选的，是 pick。哎，他就把一个小白旗点上去了，大家看没看到？在哪儿呢？小白旗啊 ？OK， 看到。第三个，我是 rejected， 他就会把一个 X 给他打上去了。好，我接着走，第四张选上了，还可以这张照片。第五张也可以，后来比较一下，哎呦，第四张啊，好像一般般，不怎么样。哎，你改变主意了，怎么办呢？你可以用这个 U 去 undo。哎，马上就把那个刚才那个 P 呀、啊，就给它去掉了。同样道理，假如第三张原来觉得不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哎，现在这张照片还可以，我现在又不想把它delete掉，怎么办呢？你 change your mind， 哎，你就用 U， 它就会把这个叉呢给它去掉了。所以这三个。这个 shortcut 大家要记住，一个是 P stand for pick， 一个是 X 是 rejected， 第三个呢就是 undo。 undo 那个在哪里啊？就是那个 U 啊， undo 都是用这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 letter， 键盘上你看到这个 U 字 有一个小红旗，有一个叉嘛。没有没有，就键盘上的 U 字 ，U letter U。好，好，比如说我现在选一下哈，比如说第三张我 reject， 第四张 reject， 第六张是P。好，现在看看我的那个 Lightroom 哈，我现在，比如说我已经。go through 了100多张照片，我现在要看一看到底多少张照片要 reject。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filter 把这些照片选出来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用右边这一块哈，用 filter。 好，比如说我想看看我有几张照片要 delete 掉的哈，这个时候呢就要用最前面的这三个 flag。第一个呢是 unflagged， 第二个呢是第三个是 reject， 它是这么排序的哈。大家可以把这箭头，假如你不是很明白的话呢，你可以把这鼠标器呢放到这个小红旗上面去哈。第一个看看是什么 flag based on flag status unflagged photo only， 就是说你没有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打这个 flag 的照片。第二个呢是已经打了这个 P 选择的这个照片，第三个呢是已经打了这个 rejected 的照片啊。好 ，for 这个
exercise purpose 呢，咱们首先选择你有多少张照片要 delete 哈，所以是第三个啊。这个时候要用这个叫 grab view 哈，就是把所有的照片都放上面去。哎，大家看到没有？前两张照片就 display 出来了。看看啊，等会 custom， unflagged 照片。哦，应该是我刚刚点错了一下哈，应该是第二个那个 flag rejected。这时候呢 ，Lightroom 就把你刚才 go through 完了以后准备 reject 的照片给 display 出来了。大家想象一下啊，假如你拍了几百张照片，用这个方法呢，就能很迅速的把你想 delete 的照片给 delete 掉啊。假如说你真的想把这照片 delete 掉的话，你可以把这张照片给 highlight 起来，然后呢 right click， 它就会显示出这个叫delete 照片，我看在什么地方。remove 倒数第二个 remove 的 photo 哈，点击一下，它就会出现最后这个 confirmation 哈。我上节课呢谈到了第一个 option delete from disk 和第二个 option remove 的区别，大家还清楚吗？我再讲一遍哈 ，delete from disk 是真正的把这张照片从你的 window 从你的电脑上 delete 掉。所以大家选择这个选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你是不是真的想把这张照片给 delete 掉啊？好，第二个 remove 的选项呢，它只是把这张照片呢的 reference 在 library 在那个 Lightroom 里面的 reference 给 delete 掉，这张照片本身并没有被 delete 掉啊。这两个区别一定要知道啊。刚才谁有问题？没问题是吧？好，现在我不能 delete 掉哈，这个只是做练习而已。好，我现在呢，假如说我想看到所有的照片，你呢又必须把这个 filter 呢给还原啊，点击一下它就还原了。好，咱们再回到第一个，我现在怎么回不去了呢？刚才你再点击一下那个第二个旗子，点击一下。第二个旗子是有个叉的，那个是还原的意思吗？不是，一个叉的是 rejected。哦，你那个不清楚的话呢，你把鼠标器移到上面去，它会 display 这个 definition。我刚才试了一下，没有 display。那你这个有照片有这个叉叉吗？我现在点没那个没有没有。那你没有选上啊？显得中间那个旗子它只出现了几张照片我曾经选的，但是我想就是回不到现在，你现在回到这个 page 五十几张照片，你肯定就是说你已经 filter turn on 了，你可以把这个 filter turn off， 哦 custom filter， 然后这个时候就用上这个最右边那个 OK 叫这个 filter status OK 我已经弄过了 OK 好行好好，同样的办法哈，这是 flex， 咱们下面讲讲接下来的这五颗星哈。比如说一般的用法呢，这五颗星哈，就是你觉得照的最好的照片是五星对吧？还不错的照片四星，过得去的照片两星，三星，一般般的照片两星或者一星。你跟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哈，这是一般的，这是我的定义，照了不错的照片我给他弄了五星。好，咱们现在呢大家都选择一下哈，把这些照片呢根据你自己的定义把它从一星到五星，这样吧，每个星的选两张照片，就是说一星的选两张，两星的选两张，三星的选两张，四星五星都选两张哈。这个 shortcut 呢非常的简单，
这是 Lightroom 里面最简单最容易记的这个 shortcut。 一星就是你键盘上的一字，二星就是二字，五星就是五字。好，咱们开始哈。比如说我觉得这张照片不错啊，这张照片一般般，一星，你就把这张照片 display 出来以后呢，在键盘上敲个一字，他马上就告诉你这是一星。好，这张照片哎呦非常棒，五星，敲五字，哎，这张照片就被你ranking 到五字，五星啊。比如说这张照片一般般，二星，大家都这样练习一下哈。每个星呢都选两张照片，选完了吗？选完了。好，选完了，咱们现在把这些照片给选出来哈。怎么选呢？哎，就用右边的 filter。好，非常简单，大家看一看哈，这个 filter 除了这个刚才咱们讲的 flag 右边呢，就是这个星，对不对？好，首先选一星，点击一下一星。等我哈，我这个地方出现什么问题了。好，我选择一星，但是呢这个 Lightroom 怎么把二星和三星四星都 display 出来呢？哎，大家看一看这个星，五个星之前呢有一个逻辑符号，它有三种选择，现在它的 default 的选择呢是大于等于，也就是说它大于一星或者等于一星的都被选上了。假如说你只要一星的怎么办呢？你选择最后一项叫 ranking equal to 啊，哎，它就变了一张照片，只有现在只有这张照片呢是一星的。好，同样的办法，我把两星的、三星的、四星的以及五星的照片都可以用同样的办法给选出来，很有意思吧？好，咱们回到那个 original view 哈，就是把这个我不想用任何星了怎么办呢？比如说你最后选的是五星，你再点一下五星，它就还原了，现在就没有任何的 filter 了，它就会把所有的照片呢 display 出来了。我把它照片放大一点哈，用这个 thumbnail。 好，大家都做完了这个练习了吧？这个 ranking有什么问题吗？好，没有问题，咱们接着往下走。好，这个星级弄完以后呢，在右边就是 label 颜色， default 呢是五种颜色，也很容易记哈。红色是 shortcut 是六，为什么是六呢？因为刚才咱们用了五颗星，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颜色，所以红的是六，黄色是七，这个绿的是八，蓝的是九，然后这个 purple 呢，对不起，它没有一个 shortcut， 你只能是 manually 去 click 这个 label 红色也这个颜色有什么用处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用的特别多的呢，就是因为我拍人像比较多哈，我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别不同的模特。比如说我一次比如说春晚吧，咱们拍春晚哈，你可能拍了几十个不同的人，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用这些颜色呢来区分他们。比如说这个张晋的照片，他肯定是可能到时候要他的照片的。哎，
你想想拍出春晚的话下来，你会有几千张照片，你怎么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张晋的照片一下子就选出来呢？哎，你就可以用这个颜色来给它注上标记，比如说这个张晋我用红色来代替哈，红色什么什么那个 shortcut 呀，六，好，打上六，这张也是张晋。然后呢这个王红，哎，你用黄色，黄色什么颜色那个 shortcut 呀，七，好，然后呢伊娃八，哎，这就一下子就把这些模特啊，不同的这个 cat 可以 generalize 的就是 category 给它分别出来了。还有一个那个运用，我知道很多人喜欢打鸟，对不对？假如说你有一次去外面打鸟，打回来有七八种鸟，你怎么一下子就把这七八种鸟给区分开来呢？哎，你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就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不同的鸟，一下子就可以把不同的鸟给它选出来。Make sense？ 好，咱们来试一下哈。比如说我这个颜色已经打上去了，然后呢，我要把它选出来，很简单，用这个右边这个 filter， 比如说我点击一下红色，哎，张晋的照片就出来了。我再点击一下黄色，这时候它这个红色你要给它 disable 掉哈，不然的话红色也被选上。哎，这个王红的照片出来了，然后点击一下绿色，哎，这个伊娃的照片选出来了。大家注意一下哈，比如说你这个用绿颜色啊，它这个颜色这个外面呢都是绿色的哈，这有什么好处呢？特别是你到这个 grid view 上去，它会把所有的这个照片呢用颜色来给你一下子表示出来哈。比如说你看张晋的照片两张都是红色的，对吧？它外面都是有红颜色，然后呢这个王红旁边都是黄色，然后呢伊娃这张照片呢都是这个绿色，然后这张为什么是框框是绿色呢？因为这张照片是你现在选择的这张照片哈。好，待会我有个练习哈，我要大家做的练习是什么呢？大家现在思考一下，现在颜色只有五种，对不对？加上我刚才讲的这个 custom label， 对吧？你可以自定义的就六个。假如说我有十个不同的模特，你怎么来区分？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哈，待会咱们来一起来探讨。好，这是 label 颜色，咱们继续往右走哈。往右边呢，这两个是叫 rotate photo，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这张照片，你点击一下，它就把这照片的 rotation 给90度。啊，这个也是一样，它是往左转，很简单哈。这个一般用处不大，所以你到时候可以把这个地方给它 uncheck 一下，这叫 navigate， 哦 rotate 说错了，下面这个是 navigate。这个 navigat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往下走，我想看到下一张照片哈。所以一般人都是用这个 keyboard 的这个 arrow key 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你可以 disable 掉。然后呢下面这个呢是这个做 slideshow 的时候用的，这个到时候咱们再讲哈。然后呢再往右呢就是这个放大放小哈，这个很 straightforward。 然后这个呢就是人像，这就是 toolbar， 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的这个有用。
哦，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也讲的，大家看没看到最右边有个叫 Great， 看到没有？这个地方看到我的鼠标，这个没有太大用处啊，但是大家知道一下，你点击的时候呢，它这张照片呢就会把这个框框啊，你的鼠标在哪里？鼠标在这儿，还是没看着，鼠标在这儿 啊， 啊，这下边，这右下，对，你点击一下这个 show grid， 它就会在这张照片上啊给它画成格格，看到没有？你可以这个方块呢可以大可以小，由你自己定。这用处不是很大哈，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好，这就是 Toolbar， 大家有什么问题？这个需要大家那个花时间去练习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我们用的那个叫做 paint， 那怎么 remove 啊？对，怎么什么？就是说我们不是先头用了这个叫做 painter to， 就是 paint 上 painter 嘛？那我现在我不想要了，我可以把它 remove 掉吗？比如说你 paint 什么东西 ？paint 一个 picture， 你说我知道，我知道，你 paint 是 label 还是 star 还是什么？Paint, label, star, 给你举例子哈，很简单。现在 paint 没有出现，是因为什么？我现在下面没有这个 toolbar 里面没有这个 paint， 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不在 grid wheel。对了，OK， 好。比如说，我现在用 paint 给这张照片打上什么红色，好不好？好，这张照片红色的，对不对？你怎么 remove 掉呢？好，我先把这个 paint 弄回来。这张照片呢，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打上红颜色，对不对？它现在是红颜色，你要把它红颜色去掉，很简单，你再按一下红颜色6，它就去掉了。就是这个 label 啊，是一个 toggle 的意思，就是说你再按一下，它就 disappear 了。好的，谢谢。好，再举个例子，假如说你是用这个 paint 去把它弄成这个 ranking 三星啊，打上它变成三星了，对不对？好，把这个 paint 弄回去。哦，这个还没有。哎，怎么跑掉了？好，三星，对吧？好，它呢只是一种方式，把这张照片变成三星，对吧？现在呢，你的问题是把这三星给去掉，对吧？同样的办法，你可以再点击一下三星，或者给它change到四星，或者五星，或者不要星都可以，它就变了，变回去了。好，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田亮老师，这个方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在 Paint 工具下的时候，你把那一张要反悔的照片，用按住 Alt 键，再 Paint 一下的，也是一样同样的道理。嗯，这也是高手啊。刚刚是的，刚刚是的。OK， 好。什么时候用 Paint 哈？其实呢，刚才那个谁，那个 Warren。那个怎么弄啊？就是按一下，按着那个背景的照片。不，你刚才不是在 paint 工具下你 paint 了一张照片吗？啊。然后你如果反悔的话，你就按住了 alt 键，然后再 paint 一下。哎，不行啊！那我是不是还要按着那个就是那个小 paint 那个东西是吧？仍然在 paint 的工具下，你按住 LG 不放的时候，去再 paint 一下，大家可以试一下哈。嗯 ，alt 完了以后再 paint 一下是吧？嗯，是。哎，你这好不行啊。它实际上你看啊，你把这个 alt 摁下去的时候呢，它这个 paint 的这个
这个 icon 啊，就变成那个橡皮擦了，看到没有？看我的鼠标器。嗯。对，变成一个橡皮擦了。哦，现在是 pen 的 icon 对不对？然后你把它 alt， Mac 上是什么？是 option 对吧？摁下去，它这个那个 icon 就一下变成那个橡皮擦子了。对。好 ，OK。好，这是 toolbar， 还有这个 filter 啊。咱们刚才也讲了这个 filter bar 对吧，大家记得怎么把这个 filter bar 给它 show up 吗？ shortcut 是什么？ T 一个那个竖键哈， vertical， 好，好，咱们下面接着讲，这个 compare view 和 survey view， 也就是 toolbar 这个第三个和第四个，看到我鼠标哈，这个 toolbar 里头第三个有 x y， 还有第四个这个 icon， 咱们先看看这个 compare。Compare view 和 survey view 是两个不同的方式让你来选择照片。Compare 呢，它是每两张照片来 compare。比如说你拍了十张照片，你要选出，你在同一个场景哈，拍了十张照片，你要选出最好的几张照片来，哎，你可以采取第一种办法 compare。好，咱们来那个练习一下哈。比如说咱们大家跟我一样哈，把这个人像的，把有人像的这些照片都选出来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再选一张十张照片。好，大家都跟我一样，再到先那个把你的 view 变成的 grid view 哈 ，display 所有照片，然后呢，摁一下你的 control， key， 在 Mac 里头是那个 command key， 然后呢，点击这十张照片，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这十张人像照片选出来。做完了吗？选择完了吗？好，我再讲一遍，在 Windows 上呢，用左手先摁一下这个 Control Key， 摁下去，然后用手呢用那个键用那个 Mouse 把这你自己选十张人像照片选出来。好。下面呢，选完以后，大家点击这个 Compare View。假如说你想用 Shortcut 的话呢，这 Shortcut 是 C， 是 Compare 的第一个字母。哎，他怎么把这样照片选出来了？好，他就会先把第一张、第二张照片给 Display 出来，然后呢，看看。右上角和左上角，第一张呢永远是首先选的这张照片，就是说你认为你暂时把第一张照片作为你想要选的照片，然后呢第二张照片呢是一个 candidate， 看到这个 word 吗？右上角和左上角哈，他的意思就是说，首先我们暂定把第一张照片作为 select， 然后呢再把第二张照片跟第一张照片相比，假如说你觉得第二张照片啊没有第一张照片好，没关系，
你就继续往下走，看看右下面哈，有几条有几个键哈。第一个呢是 XY， 上面有一个往右的箭头，还有下面有一个往左的箭头。意思是说，假如说我觉得第二张照片比第一张照片要好，所以呢，我就把第二张照片呢作为我的 select。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可以点击一下这个，哎，它就马上把照片给换过来了，对不对？比如说这两张照片，你觉得右边这张照片比第一张照片更好看，那么呢，你就可以用这个互换的这个 icon 给它换回来啊。好，假如说你觉得这张照片没有这张照片好，对吧？你继续往下走，对不对？你可以把这张照片给它去掉，这有个 X key 对吧？右下角有个 X key， 把它去掉。去掉以后呢，这个 Lightroom 就知道哦，你对这张照片不满意。好，我就把第三张照片再让你选择，再把第三张照片给第一张照片再对比一下。假如说你对这张照片还不是很满意，没关系，继续往下走，你再 click 第四张、第五张，哎，这张照片还不错，哎，甚至你觉得比这张已经 select 的照片更好，那么你就可以用给它换一下。 OK， 好，继续往下走，哎，这张照片比这张照片好，这张照片不要了，哎，这张照片更好，给它换过来，这张照片不要了，这照片，哎，选完了。所以呢，最后呢，你选了左边这张照片，这就是 compare view， 就它就是说让你来两两的对比两张照片，来选择最后你最满意的照片。大家自己操作一下，好吧？选出十张照片，然后呢 ，click 这个 Compare View 或者是 Shortcut C， 然后呢，来 Go through the process， 然后最后你选完以后呢 ，click the Done， 然后你可以选完以后，你可以把这张照片给它定级为五星，哈，你最喜欢的照片。有什么问题？田老师，请讲。哎，我问个问题啊，哎，你这个 X 这个哈和下面那个箭头 arrow， 那不是一个意思吗？都是往下走吗？它好像不是，我看看哈 ，compare view。你看那个，你摁那个 arrow 也是啊，你往下也是吗 arrow, ？OK， 对，一样，对，对，也可以。这个，你把那个 mouse move 到那去了，它叫 deselect， 它就说不选这张照片，它就往下走。这个呢，就是说，navigate 到下一张照片，也是你选的那些照片呀，也是你这个你选的这十几张照片、哎。对，必须是你那个把你选的照片十张选好以后，他从你十张里面挑。对呀、啊，我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那个 X 那个和这个 arrow 是一样的，对，一样的意思，差不多。对。但是这个还可以回去，那个就回不去了。对，这个还可以，你可以点击一下左边那个，它就往上、哎、刚才你那个 review 的照片往上走。对对对对。然后呢，讲细的话哈，你可以还注意到左下角呢，这有个 flag 哈，你可以选择这个 flag 把它 reject 掉。嗯、这样的话就是说，一石两鸟嘛，就是说你选完以后，这些你不喜欢照片，你可以到时候可以给它 delete 掉哈。嗯 ，OK。哎，田老师啊，我这边有个问题，我是用 Apple 那个 Mac。对。那我在 Select 的时候呢，我是。你是用那个 Command？ 没有错 ，Command。可是很奇怪，就是说啊，按的时候，第一个没有问题，按对了。我第二个是按的时候，它那个东西，它选了其他的照片，很奇怪。就是说，不是选我按到那个照片，它是选其他照片，就很奇怪了。啊，但第一张没有错，第一张是选我要的哈。对。但是从第二张开始的话，我就按那个 Command Key， 然后再 click， 我要了一张照片，结果他是选别的照片，啊，不是我要选的照片。你按的是 Command 还是 Control？ 我因为我是 Apple 嘛，所以只有 Command Key 而已啊。
没有没有，有些有些 key 还是有 control 的。哦 ，OK， control key， 我再试试看啊，我再试试看。那奇怪 ，control key， 不是不是，你应该按的是 command， 就是有一个四，有一个四。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Apple 是 command key 没有错，但它也有 control key， 它有个 control key 也有。那么 command key 的话是像是一个四个星星在旁边这样子。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按的时候，它出来的都不是，我 some reason 它不让我 select 那个照片。那谁在用 iMac 帮助他一下？你怎么选 multiple 那个 photo？ 对 ，multiple photo。哎，我就是 command 呀。哎，我这 command。我也没有问题，我也是。对。可是我按你要把那个你摁了以后，我觉着你要把那个摁在外边那个大方框。哦，大框框，我试试看，我试试看。哎，也不对。你看，我就摁住，你摁住 Command Key 不要动。你必须是要 hold 得住哈，你不能说点一下。对 ，hold 得住，不要动。你 hold 得住，完了你就移你这个 mouse。那我想是我电脑问题，因为我是 hold Command Key， 然后click 另外一张照片，结果呢，不是那张被选，而是其他张被选，很奇怪。嗯，我现在在 Grip 上面，对。Yeah， 那这我想是我个人问题，我在想。那你这样吧，你用 Shift Key。你随便选，就 Shift Key 的话，就它就是选择前面，比如说十张照片，那个哦，它 Shift Key 这样，它连续的，它对对连续的，你这样就操作一下，前尾，然后中间全部选起来这样子。对对对，好，没关系，这是我看到的个人问题，我再研究好了，没关系。好的，行，谢谢。好，这是 Compare View 哈 ，Compare View 的 Shortcut 是什么 ？C C 好，咱们再讲讲这个 Survey View。Survey View 中文呢叫调查视图哈，调查的视图呢是什么意思呢？它也是一种选择照片的方式，它呢是通过另外一个 perspective， 它就是说让你来把你不喜欢照片给它删掉。好，咱们来试试啊，咱们选一些风光照片吧。一二三四五，大家都把 hold shift key 哈，然后选择前面十张照片，然后呢点击一下这个 survey view， 或者是用 shortcut N like Nancy。 好， Lightroom 呢就会把这十张照片都给你 display 出来。Display 出来呢，然后你就一一的来选择。比如说第一张你不喜欢，看看，假如你的 mouse 哈 move 到这个第一张照片的时候呢，它右下角啊就出现一个 X， 它就说，假如你不喜欢这张照片的话呢，哎，你就可以点击一下 X， 它就会从这组照片里面消失了。好，好，继续走，第二张照片哎觉得不错，我不用理它，第三张也不错。第四张，哎，我不喜欢。这时候你可以点击一下这个右下角的那个一个叉，哎，这张照片又消失了。好，继续走，下一张照片，我不太喜欢，点击一下，它又消失了。它就通过这种 eliminate 这个方式，把最后你喜欢的照片呢给保留下来。这就是 survey view。大家都操作一下。好，咱们讲了 compare view， 讲了 survey view， 这是两种选择照片的方式哈。然后呢下面咱们要讲一下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 shortcut。在讲之前呢，咱们再总结一下咱们今天学的有多少 shortcut 要掌握的。大家回顾一下，首先那个 grid view 对吧？是什么 shortcut？ G， 然后呢 loop view 就是一张照片是什么？是 E， 好，这是要记住了哈，这是非常有用的。好。
下面呢compare view 这很容易哈，因为 compare 的英文字母第一个是什么 C 下一个 survey view 它这个有点绕 是 Nancy 哈，这是一些 shortcut 咱们今天学的。好，下面呢这个 shortcut 呢非常有用，大家退出这个 survey view， 咱们点击一下这张照片，比如 Eva 这张照片。好，下面我让大家摁一下你键盘上的 I 字， I stand for information， 点击一下你的 Lightroom 上面是不是出现的字儿？Yes, no. 有没有出现这些 information? Yes. 好，好，再让大家再敲一下这个 I 字，不同的 information show up。这就是咱们今天要 cover 的这个 shortcut for view， 有两个。这个东西在什么地方设置呢？大家点击一下 View， 然后呢在最下面这一块哈，有个叫 View Option， 大家点击一下，点击一下以后呢它就出现这样一个 Window 出来。好，大家 click 这个 Loop View，大家看没看到这个 loop info 1和 loop info 2，看没看到？嗯哼。好，这就是你用那个 shortcut 想 display 出来的 information。它的 default 呢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这个 info 1哈，首先出现的是这个 file name and copy name， 然后第二个呢是 capture time 和 date， 然后呢 cropped dimension。让我回到这个，这是我的第二个哈，我看了回到第一个去哈，比较一下。File name， 伊娃天乐25CR2，还有 copy name， 然后下面呢是 capture date and time， 是2015年11月17日时间，然后呢这 crop the dimension， 这个 file size 多大啊，这 information 都在里头了。好。假如你说哎，我不想要这些 information， 我自己可不可以 custom， 没问题，大家可以点击一下第一行，你想让这个 Lightroom display 什么 information， 你自己来选择。大家看一下非常多的选择，比如说我想让 Lightroom 给我 display 什么 information 啊， copyright。 好，第二行呢我想让他给我 display 照相机，哎，你选择照相机。第三项，我想让他 display 这个镜头，没问题，镜头。好，大家看哈，第一行是 copyright， 第二行是 camera， 第三行是 lens， 这是我摁这个 info 这个 I 一下，它 display 出来的 information。好，咱们再看看这个 info 2， 我再摁一下这个 I， 它会 display 什么 information 呢？现在呢是我摁一下再摁一下哈， I 它 display file name copy name， 然后 exposure 和 ISO， 第三是 lens。 我想变一下哈，第一行呢我想用 ISO， 第二行呢用这个 focal lens 看镜头，第三行呢我想看看光圈。那个吧，exposure， 或者 metering mode， 随便吧。好，你设置完以后，你把它 window 关掉，那么你摁一下 I 一次，它 displays 这些 information， 再摁一下，它 display 这些 information， 在第三下的话，它就 disappear 了。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 shortcut，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哈，
把这两个地方给大家 define 一下哈。下面呢是做练习的时间哈，咱们现在是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把这个练习题放过来。一共有十一道题，大家下面呢一起来做一下好不好？有些比较简单，有些稍微要花点时间。第一题，用咱们刚刚学过的这个 grid view 和 loop view 来看照片啊，大家来做一下，花个30秒的时间。第二题，咱们来练习一下这个 compare view， 就是咱们刚才讲过的两两对照哈。第二题呢是让你把所有的风光照片给选择出来，然后呢最后选出三张你认为最好看的风光照片。好，开始，咱们花个一分钟时间。要练习一下这个 shortcut 哈，这个 compare view 是 C 哈，选择把所有的不一定把所有的哈，把大部分那个风光照片选出来，然后呢选出最后三张你认为最好看的风光照片哈。好，第三题呢，同样的这个不一样哈，这回咱们是要用这个 survey view， 就一张一张把这个照片给 delete 掉，然后选出最后三张，这回是用那个人像照片哈，把大家把这个人像照片选出来，然后通过这个 survey view来选出最后三张你认为最好看的那个照片哈。好，咱们下面开始吧。好，第四题，运用这个 flag shortcut PUX 来选择照片。咱们这样吧，选出三张用 P 来 tag，然后呢三张 X tag 好不好，然后呢再用 U 消掉一个 P， 消了一个 X， 所以最后你应该有两个 P 两个 X。 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选完以后tag 完以后呢，用这个 filter 把这个 P 的这个照片选出来，再把这个 X 的照片给选出来，好不好？两步，第一步先 tag， 然后第二个呢选出来。好，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好，时间到，没问题吧？没问题。太棒了。第五题，来练习一下这个 star ranking。咱们用那个风光照片来那个选择一下哈，就是说你看一看所有的风光照片，然后呢用一星到五星来给它 ranking 好不好。然后呢第一步，第二步呢跟刚才一题一样，用 filter 然后把所有一星的照片两星的照片一直到五星照片给它选出来，好不好？选的时候注意哈，只要一星只要二星，所以那个逻辑那个 sign 应该是 equal to 哈。一分钟时间，咱们那个下面做第六题哈。第六题就是是用人像照片，然后呢咱们实际上已经做过一次哈，就是用不同的颜色来那个归类，把不同的人来归类，然后呢第二步就是把用 filter 然后把这不同的人一下就找出来哈。还是一分钟时间吧，大家开始做吧。好，咱们做第七道哈。第七道咱们刚才也实际上也做过一次，这一次呢是用这个 library 的 filter bar， 也就是在上面那个哈，选择 A 所有用佳能 5DS 拍的照片，看看大家能选出多少来。 B 所有用佳能85毫米人像镜头拍的照片。好，大家去做一下。好，大家找出来了吗？第一个 A 用那个 5DS 照片一共有多少个？
三张吗？啊？这个三张？三张。八张。八张。九张。不太一样啊。九张。哎，我的上面是九张，看看。啊。哦，可能有些地方用的掉了。好，第二 B 皮，85毫米的，几张？七张。七张。好。OK， 我想多讲一句哈。大家也看到了，就是现在这个 library 这个叫 filter bar 对吧，它跟右下角的这个 filter 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呢我可以把它叫做这个 bar 呢，这个 filter 呢是一个简单版的这个 filter bar， 这个 filter bar 呢更 powerful 一些，它的选项更多一点啊，这是它的这个区别。好，咱们接着做第八题。Modify 这个 shortcut view， 这个 I shortcut 它叫 view option。怎么变呢？把这个 exifold information 放在 info 一里面，然后呢 info 二呢 show camera 和 lens information。好，大家做一下，好不好？一分钟。好，时间到。都没问题吧？对。好。这个另外我要强调一点哈，就是说你用完了这个 filter bar 以后哈，比如说刚才选的这个照片，你怎么回去？大家一定要记住，要把它给它变成 no filter， 点击这个 no， 这个 none， 就是你没有任何的 filter 了。这样的话呢他再回去了，不然的话呢你最后一次这个选那个 filter 啊是选了这八张照片，哎，你想哟其他照片哪去了，哟怎么找啊怎么回事啊，哎，你要把这个 filter 给它变成 none， 这样的话呢他才会把所有的照片给 display 出来哈，这个大家要记住。对，我刚才看到只有三张，就是因为那个 filter。 哦、OK，好，这是第八题。第九题，练习一下这个 paint 的 tool， 干嘛呢？两问。第一问呢，是加一个 keyword， 在所有的风光照片上加 keyword， 加什么 keyword 呀？加这个日子。咱们这样吧，改成今天的日子好不好？4月21号，2021年，把所有的风光照片用 paint 的这个 tool。加上这个 keyword， 这 A 问。 B 问呢，在所有的人像照片把它给 rank 到三个星，好不好？大家做一下，第一个是风光照片，第二个是人像照片，都做完了吧？对，千万别忘了把那个 pen 的这个 tool 送回去哈，要还给别人。好，第十题，咱们练习一下这个人脸识别哈。找出所有的 Eva 的照片。一共有几张？一张、两张。这个照片选不是很好啊，这是侧脸的。他可能这样吧，选这三张照片吧。这一张都是有正脸的。两张、三张，好不好？好，我再做一次哈，大家看看那个我的屏幕，点击一下这个，然后呢，哦，另外我刚才没有讲，就是这个 toolbar 最后啊，有一个这个小方块，人头小方块，你要，假如说你这个 mouse 啊没有这个一个十字的时候呢，说明你这个叫什么？叫这个脸识别人脸识别这个 mode 没有 enable， 所以这时候你要点击一下这个，哎，这个四个点就亮起来了，看没有？这个时候呢，你的 mouse 就变成那个十字哈，这时候你就可以弄一个方块，把名字写上去。
好，最后呢，大家应该看到，就是在这个 Eva 这个地方呢，它应该显示出是三张照片哈。然后呢，假如说你点击这个 Eva 这个名字的话呢，它就会显示出这三张照片。然后你可以 double click 每张照片，这样就会很迅速的把这个人的照片全部给找到。好，这是人脸识别。第十一道最后一道题哈，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在一次动物外拍活动呢，你发现一共拍了十种动物，你怎么把这些照片呢，十种动物呢来归类？就说你必须有十个类别，对不对？这是一个 open question 哈，看看大家怎么用什么办法去把这个十种动物给它类别。刚才我提到了，因为这个颜色的话呢，只有五种颜色，对不对？加上那个 custom label， 一共也就只有六种。那你怎么能 cover 这十种动物呢？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人有什么 idea？ 你可以用 custom label 是吧？可以，但是 custom label 只有一个，所以你加上去的话只有六个。哦。你可以跟其他什么东西给连在一起用 ，combine 一下。颜色。Keyword。Keyword 不是很 straightforward。刚才还有一个人用什么？用 star 是吧？我刚才说了不能用 star。用颜色可不可以？就是用颜色。但是颜色只有五种啊。嗯，加上那个 custom label 才六种啊。大家可以用那个 flag P 和 X， 这个时候呢，在 X 就不是 reject 了，你可以就把它借它用一下，做一个 label。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前五种就是用这五种颜色，对吧？然后第六种的话呢，我又用红色，但是呢，这回呢，我不只是红色，我要加一个 P。好，同样道理，我可以用 P 加黄色 ，P 加绿色 ，P 加蓝色，嗯哼 ，P 加紫色，这一共加起来就十种了。好，假如说你多于十种的话呢，我可以把这个 X 也加上去，嗯哼，最多就是十五种。假如说你把那 custom label 算上去的话呢，十八种，就最多就是差不多二十种左右。嗯，这是我假如说我人比较多的话，类别比较多的话，我是用这种办法来给它区分。没问题吧？当然了，假如说你还可以借用这个用 star 来 ranking， 但是呢，star 的话大。我一般都会用上，因为比如说每一个动物，你可能有好喜欢的照片，也不喜欢的照片，对吧？所以呢，有时候我觉得尽量不要用 star 吧。假如你必须用的话呢，你可以就是用五星 star 或者四星 star 来给它 combine 在一起。然后呢，你真正的 star 这个 ranking 呢，就用前三个一星、两星、三级，这是万不得已的办法哈。假如说你的这个动物类别太多了，人数这个模特类别太多了，人太多的话，你可以用这种办法。好，练习就这么多，咱们再稍微总结一下吧。今天学的内容哈，今天学的内容呢，虽然说不是很复杂，但是呢，需要大家那个课下去那个练习操作的可能那个要多一点哈。首先，咱们讲到了。second monitor， 它这个呢，就说来帮助你吧，不一定要用，必须用两个 monitor 哈，能帮助你就是来编辑照片，作为一个 reference。然后呢，咱们讲了的这个 toolbar 和这个 filter bar 这个不同的功能哈。toolbar 呢，包括那些grid view、那个 loop view、compare view、survey view， 对吧？还有这个 paint。人像识别，还有这个 flags，
还有那个星级，从一星到五星，还有这个 label 不同的颜色，这是让你提供你用来给这些照片打上这些tags。然后呢 ，filter 和 filter bar 它是用来帮助你来找到你的照片，运用刚才那些工具给照片打上 tag， 然后利用这些 tag 呢，迅速的把这些照片给找到。非常重要一点，假如说你找不到你的 toolbar， 要 make sure 到那个倒三角的地方，这个地方看到我的鼠标，去点击一下，看看那些是不是 enable 了哈。然后呢，我们讲的这个 flag、rating 还有 color label， 然后呢，我们讲了这个 filter， 怎么去运用这个 filter， 去把这个照片尽快的选出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 filter 完以后，你一定要把这个 mode 变回到 filter off， 不然的话呢，你的中间照片上只显示出 filter 以后的那个结果哈。只会 display 几张照片。同样道理，假如你用这个 library 的 filter bar 的时候呢，一定要点击这个 none， 不然的话呢，它还会这个 perform 这个 filter。好，咱们讲了这个 grid view 和 loop view 这个 shortcut。然后呢，讲的 compare view、server view， 讲的 paint， 讲的人脸识别，讲的这个 shortcut。咱们再回顾一下咱们今天学的几个 shortcut 哈。compare view shortcut 是什么 ？C。survey view。N。N。然后呢，这个 library filter bar shortcut 是什么？I， 你是一个 vertical bar， vertical bar， 好。然后那个 toolbar shortcut 是什么？ T， T。然后最后咱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hortcut 的 info 的 shortcut 是什么？ I， 好。好，那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哈。下面下课以后，希望大家能把它复习题呢再练习一下。巩固一下哈，好不好？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就下课了，有问题的话可以 stay online。好，谢谢秦老师。好，再见。好，谢谢老师。谢谢，拜拜。